大家好，今天的主角是我洪杰，我是个有钱人。可能很多人误解有钱人的生活多彩多姿，其实并不然，我就像个没有灵魂的空壳，我对任何有关钱的小确幸都无感。洪杰，这张信用卡回馈很高耶。是哦，唉，刷卡优惠我根本无感，1%、3%、5%，在我眼里都一样。看着朋友精打细算一整天，要办哪张卡最划算，我苦笑，这么做能拉近你和我1/1000的差距吗？没办法，但他们那快乐的表情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哦、oh、 yes， 发票中奖啦，爽哎、欸！干，好羡慕，请客。发票中奖，我也是无感的。但看着我朋友中1000元乐此不疲的模样，我不禁怀疑：难道我已经丧失一个人类该有的情感了吗？耶、yeah ！收集了1个多月，还在网络上跟别人交换款式，我终于收集到超商的全套奥利奥曼马克杯了，很辛苦啊！耶、yeah ！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，像小孩子似的，我到虾皮直接买别人吵架超很高的全套就好了嘛。但这一点都没有收集的感觉，要是我穷一点，是不是就能享受收集的愉悦呢？这间餐厅有哈根达斯吃到饱，朋友们惊叫，真的、啊、我是一点喜悦感都没有。这间吃到饱要价900元，我至少要吃到9杯哈根达斯才够本。穷人就是这样，贪这种毫无意义的便宜。美食就是要想吃才吃，而不是一次像喷一样硬塞到嘴里。像我一样买一堆囤冰箱才是正解呢。啊，我是哈根达斯从来没有露出这么快乐的表情，我不禁苦思，可悲的人或许是我呢。买一件短袖配皮带，再一件短袖，哇，不行，超出1000元太多了。我的好友阿文精打细算，就是为了达到网拍1000元的免运门槛。我真搞不懂，为了60元这样烧脑，真的值得吗？你的时间就那么不值钱吗？对穷人来说，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是挑战。对我这个出生就满等的天选之人来说，一路上没有任何阻碍。试问你们会想玩毫无难度的fun game吗？他们活得才像个人，我就像是行尸走肉。人生游戏难度是这样划分的，唉，也许你们不会懂，不过总有一天啊，不对，你们没机会懂。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，一路上的广告都不会让我的心情有任何起伏。我的生活比一般人的乐趣少太多了，任何事物都唾手可得。我恨不得把我的钱全部捐给你们，让你们体验我的生活有多痛苦，但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，太荒唐了，唉，我只能继续痛苦地维持现状。看我把整个场地都炸，不想死就浪喊大平安。果然最后我还是得依靠我的钢铁。可叹